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set。对，现在呢，我人就在一间听说很灵很灵的一间济公庙，然后就是这间济公庙啦。然后现在我人呢就在它的外面正门口，大家给你们看看一下环境，真的很漂亮啦。这边还有一条龙，旁边还有两条龙，然后注意看上面还有一个葫芦，就觉得他们的理念很用心。然后其实刚才呢，我们已经跟济公聊天了。OK， 先跟你们讲一个很玄的故事啦。其实今天呢的目的就是从槟城要回 KL 这样，然后刚好这间庙的地点呢就在中间。然后其实昨天呢，我就在普通的在槟城那边的庙拜拜，然后走着走着呢，突然间就有声音过来跟我讲，哎，明天来我的庙拍拍咧。我就听到，我就觉得啊，虽然你是谁，他跟我讲他是济公，哪里的济公，他跟我讲是这间庙的济公。然后好奇心之下，我跟一个师傅拿地址，哦，就过来这边了。然后刚才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在中那边，我就问那个师傅，哎，师傅啊，今天有跳吗？其实呢，当下他是跟我讲没有跳，晚上十二点多这样才有跳，因为今天是拜天公嘛，晚上拜天公嘛。然后我就很失望了，我就拜完，然后我就走。我当下以为我听到的讯息呢，这些讯息是假的。然后要走的时候呢，突然间那个系统呢就跟我讲说，哦，现在要跳。哦，我就大概 get 到了，哇、哦，我就跟他讲，哇，你很现实哦。然后刚才我就拍一下一些我们对话的画面，这样啦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片尾才会放啦。然后现在先大概介绍他们庙的环境，先一个 room tour， 庙 tour 是吗？那它的外面呢，就可以看到有十八罗汉。很漂亮，十八罗汉。因为呢，就有一个传说。我觉得不是传说，是真实故事。因为呢，降龙罗汉呢，就是他的转世呢，就是济公啦。所以呢，就他们大多数济公庙的外面都会拜十八罗汉，有布袋罗汉啊、沉思罗汉、孝思罗汉、长眉罗汉等等等等的罗汉。这个是天空炉。1818，然后这就是这间庙的名字，玉峰南海中宫善佛堂。里面的主座呢就是济公啦，道济济公。然后现在还在跳着啦，刚才已经拍了一些画面了。这就是它大概里面的环境。OK， 然后这边呢就是主座啦，然后这尊呢就是佛济公，下面也是，然后这上面三尊呢就是三宗王，没有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虎爷，这个是地主公，这个是宝贝公。左边的这尊就是包青天爷爷，包公，你看到吗？他头上一个月亮就是他的象征。包爷爷你好，祝你们香火鼎盛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后面的部分看看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一个阴坛的部分。哎，这个是钢筋好不好？我两年前好像有来过，而是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发现到。所以呢，刚才问就是半年前才建好的阴庙，城隍殿，地封，城隍殿，外面呢就是有，马头爷爷，跟牛头爷爷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Hello， 祝大家香火鼎盛。然后就可以在那边看到有蛮多尊的这些阴神，大四爷、黑白无常爷爷，还有很多很多，有缘我再详细介绍啦。还有这尊是地藏王菩萨，还有下面就是五鬼，好像是叫做五鬼。有缘的话，我再详细的介绍他们了。
因为暂时我也不是很了解，如果我讲错的话可以在下面纠正。 Thank you。 然后墙上有很多这些画像，这边还写了很多故事，待会有缘呢也可以来这边参观啊，来看看啊。对，大限为零。OK， 然后大家有缘呢也可以过来这边插香啊。然后刚才那个祭典有讲了，就在二月初一是他们的什么来哈？啊，宝诞。宝诞啊，五天。啊，五天，大家有缘呢可以来流行啊，或者有缘也可以来这边插香。对，这边很灵的，相信我，这边超级超级灵。OK， 所以就大家有缘可以过来这边看看，地址写在下面。然后你们可以注意看这边。这里呢是不可以讨四宝的，也是这个非常吸引我的部分，就是你可以讨药啊，你可以讨一些温室什么，可是就是会讨四宝。然后这个就是这边的千秋宝蛋，大家有缘可以过来看看玩玩。对，这就是他们的 contact。杯是卡杯，一个是卡杯。大春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奥利多，奥利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先。来，要不跟你打来，好来，爱丽丝来，还有你来，来阿米，爱先穿子，先穿。我把路来就是来给你宣传。他是想到时大肚子叫你来，游街那天啊。你来，不 Andrew 来，爱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很热闹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真热闹。我都地打就热闹，还没还是不是？他家有济公在，一定热闹。嗯，好。也是啊，你也配合。好，好好好，真好。你是啊，几个初一？初一、初二刚好假期。我跟你讲哦，杂志哦，唔知影咩啊，有一个职工落来跟我讲，我是通灵师来的，啊，有一个职工落来跟我讲，哦，今日你爱去。是不是路？道济啊？道济活佛。哦。啊，他叫做济癫活佛。哦。啊，我们的主神是道济活佛。哦，道济给我来写呗。啊。哎呦，很喜的欢喜啊！你欢喜？啊？欢喜。欢喜，不是欢喜啦，特别的嘛，刀卡手嘛。啊。我人不是修佛的，不是爱刀卡手，路人不是爱刀卡手啦，想的嘛。对。你看到我是这样哦。怎样？啊，你个健康到底怎样？啊？你健康到底怎样？你的庙在哪里？我不庙。搁背个，搁背做。倒过来。无做无挂念咩？啊，做你咪做。无累。无人无怕。你个不能个想装就是，个不能放。水。好。大强，我再请你打。你要多少钱一家？啊，唔知啊。大概。你要有一个预算。我都看到我是点哦，看袂见，看袂，哎，假，我啊假，看得到，假，同样的，啊，同样，啊，再叫，
阿弥陀佛。好嘞，好。他看得到我，他知道我是谁。看不掉，看不掉，刚要的。娘啊！好，该离婚就是，你该不能想，该相撞。啊，好，好，该不能找你一笔钱啊？阿弥陀佛。该三万够。三万够不够？我不可惜，我唔知，对此我唔知，我唔知咯，这是够啦，这是唔够。嗯，你紧靠埋去咯，啊，你叫你出去。按了有按就做咯。阿康医生说，如果你的庙开始进行了，南海中宫赞助你三万。好，最后，感谢，感谢，你也付出来。我落来目的，我开始问阿弥哦，就是宣传佛道教嘛，我家己知的啊。其实无半年啦，大家不啊，大家不是想的啦。对啊，对，不是想的。该付不付？你看，拜该付该，闹心是不是？你慢慢想办，大家你慢慢想。其实人分出来的。对。其实佛不自私，是人自私。啊。该不能打，该拜不该，该不能无打不走。啊。不是讲佛祖，是说拜佛的人，该自私，都是自私。哇 ，Oh my god！ 我这个得罪人，我也是这样的想法，可是我怕得罪人。没，刚刚打。佛神是真的，把你宗教是人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一旦该，应该做我好做我好。嗯，该多搞呗，到底不好。是人的问题。为什么我爱做那物件，就是传那好的物件，让人知，让人知哦。其实宗教是人做出来的。那不那咪他咪耶稣好啊，他咪佛唔好啊，他咪真奇怪。其实搞到不是 family 啊，对唔对？该我教贵重，五教贵重，五教贵重，一阶天，一阶段，对，爱护咪该，对。哇，厉害啊！跟我讲想的物件一模一样。该兄弟自信。哇，你真样都真厉害。哇，咦，谦虚了，哥哥。该不是小小，该小小该干净，该顾顾当些事情，该帮助的开车好好去修，好好去修，也对。该修给我呢？嗯。啊，平分就该看了。可能平分呢，无分呢。你们看会食啥？即马真乖咯，一米该拢知影。啊，对。阿比，我也是人类。该不能快乐的，该不能该带菜，米该拢知影。是对啦，可是也是前世的缘分啦，是今世没有厉害，前世看厉害的不啊，把变觉今世的缘分连接到前世，对啊，对，嗯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，莫要平行，不要这样，你打电话问啊，该剧情弄怎样？对，因为我本来是这样的，道济有叫我来拍，就来拍帮他宣传一下。然后我就进来的时候我就拜拜一下，哎，怎么我今天好像没有跳，我就算就回来了。然后突然间就讲，哦，今天要跳，嗯，该死该死的。你有机会吗？刚好他问是，嗯，就安排好了啦，安排好了。可能是这样。我在，我看他们在，该死该死的，咦，快了，你今嘛笑的，是该看。嗯，我的啊，为什么你什么都知道的？厉害就真厉害。哇！下昼带只只朋友来找你，把你效果鼎盛，水哦！啊！九月我们要去中国杭州，你们要去哪？去阿公的老家，他的亲戚过来。哎，你个厉害的哎！啊，爱国，爱去。我找一个你那个济公的种子，叫种子啊，你知哦？个人来，对，你爱买。啊，你。该做来不能计较。该搞我们好。做我们庙的顾问要吗？他们是顾问。啊，我们不懂的，我们的，我们不懂的，请教你啊，那些啊，哎，阿公，我还没有背下位哦，跟你讲，下达5N 的，他就5N。我们在上面本来是团队啊，不是咩？专业，金马灵感，人间啊，哇，我还没自己来哦，哈哈哈哈哈，那就要叫我爬路啊，哦，喂，应该不能进号。首先我们要做开幕典礼，请做千人晚会。啊，你来。我来宾叫，公主，他讲他批准了，你明天那个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敢不能听好？他跟职工有关头，职工我听听，我听真久了，录叫我哦，
要试过。哦。现在阿公呢，在帮我治药，治牙痛的药。解袂好，扛当来吃。冷一下，冷，冷啊！还叫你冷，冻一起来对，你家己就好，家无好，通放来听。OK， 告诉大家这个技工呢，如果你们有身体不舒服呢，也是可以开找他看病，很厉害的，也是会放血，放针放血，来就来看，他也会这个放血，嗯。根本无分的，根本是奇怪。你看，阿公玩玩啊。比如说，如果女生月子疯的话，就用什么东西来组合？也是来配合我，解绑。你知呀？根本应该看你怎样。上面的还是这边的？不是，这里的人间的，人间的。人间的。来，配合看。他的干儿子，嗯，也是阿公帮他医啊，他的病情。哦。哇喂！你看阿公的干儿子是谁？有合照过的。你看阿公的干儿子是林中伟。哇，厉害的！然后师傅现在也醒了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师傅恭喜发财！哎，恭喜发财！OK 啦。所以这影片就该段落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那订阅、赞、分享、键那响一当。如果不喜欢的话呢，那我再想办法吧。OK， 就这样，拜。